好了，我们现在继续讲到怎样长期的被圣灵充满，怎样长期的保持与神亲密的关系，这个是长期的，每一天的，任何时间的，这个我们需要付出代价。圣灵充满不是容易得到的，刚才你们是经历，未必是圣灵充满。经历什么意思？经历在，但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自己任何时间祷告都马上经历神的同在，你为人祷告，他们也经历神的同在，这个就是圣灵充满。就是很多人他们在聚会的时候经历，但回家的时候祷告就没有什么经历，没有什么能力了。这个我们需要有长期圣灵充满的这里有七点啊。第一，对付罪，悔改，求神赦免，憎恨罪，离开罪。很多人就说我犯了罪了，我求神赦免就可以了。但其实我在这个材料其中一点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犯罪必有破坏性，不要再犯罪。这个约翰福音5章14节，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就是说我们犯罪了，你骂人你求神赦免，你请这个人饶恕你，但你还是有带来破坏的。你骂了人之后，这个关系就有破坏。如果人的思想误会有一念，他的生命就被破坏，他的他求神赦免，但整个人就觉得误会肮脏。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些时候犯了罪了，里面觉得很肮脏，很误会，这个就是犯罪之后的后遗症。所以我们明白每一次犯罪都有后果。有些时候犯罪，有些人以为就是我打人啊，我骂人才是犯罪。但其实任何时间，当我们里面有烦恼、有负面想法、有对人的负面想法、轻看人，都是罪。任何的负面想法，就是例如对神的心话语没有兴趣我听过了，没有兴趣去听。这个也是罪里面的一种，对神的话语没有这种爱慕神的心，都是罪。任何的罪都有破坏性我自己保持常常在这种常常感谢神、爱神、神是这么美好这种状态。而且我发觉自己有任何的罪我都处理。我用一个例子我个人不同的例子，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有一次有一些牧师一起开会分享，然后有些牧师的分享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心里很开心。后来有一位分享，他分享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他的分享太频繁了，好像他的生命也不是很强，他的见证也不是很强，他的侍奉也不是很强。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轻看的心态，就觉得这个见证我不会很留意。但这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你是谁？你的改变都是我带来的，这个人的改变也是我带来的。虽然他的改变不是很大，但他还是有改变。我的心里面就马上有指责，圣灵的指责。当我看到有人说他灵命不太好，心里面有轻看的时候，神已经不喜悦的。因为神不需要我们论断，不需要定人的罪。我用这个例子，你看到你的老公老婆有没有心里说老公我见到他就没有兴趣了，我不想跟他谈话了跟他谈话好像对墙壁说话一样没有反应我就对他没有兴趣。或者是老婆总是啰嗦常常都是说同样的话，你的内心有没有这些
负面的想法？有的时候有没有里面有指责，说我这样轻看他，神不喜悦？你想一想，你回家的时候，你看到他们，你的里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如果你在里面有这种负面的想法的时候，神已经不喜悦，这个已经是罪。这个我们需要留意。任何时间，我们看到有些人，这些人很麻烦了，很难搞，不要跟他相处了。里面有这种想法，就已经是罪了。我们，你在心里面会不会说神啊？我不要让这个影响，因为这个影响神就不喜悦，你的生命神就不会提升。神知道的，神知道你所做的。我分享一个见证啊，一个真实的见证。我不是骄傲，我真的说神了，我真的告诉你，我曾经犯过很多罪，是神改变我，更新我，所以我才改变。我分享一个经历。有一次，有一个人，我为人祷告，有两个人我为他祷告之后，他们上天堂，他们祷告可以上天堂。然后，另外我们中间的这个Melody 啊，美乐姐妹，她也见到耶稣。这个姐妹她祷告上天堂，神让她看到她的生命册。生命册里面有他以前小的时候所经历的痛苦，然后有耶稣在旁边写字，写着我为他忧伤，我看到他痛苦，我的心也不开心，他觉得很安慰，这个是他的生命册。然后有一次耶稣让他看到他的赏赐记录册，就是记录他为神做的事情，他就看这个赏赐记录册，然后他就说，我想看一看耶稣叙的赏赐记录册，因为他说是耶稣叙复兴我的生命，复兴我的灵命，我的灵命就改变了，祷告之后我的生命就改变了，我就见到耶稣了，我很想看一看他的赏赐记录册。然后耶稣就吩咐天使拿来之后，他看是厚的，上面是报金的，上面写着我的爱子，然后我的名字。我听的时候，我的心里真的觉得神啊，我不配，我真的觉得是神啊，我不配。我不是说我做得很好，我是说我真的，我曾经有很多软弱，很多罪，是神改变我，然后我看到神的美善，有神的能力的美好，有圣灵的能力的美好，我就说我要完全的发挥生命，不要浪费生命，所以我就尽力的处理整个生命，所有生命中任何问题我都处理，这个就是我的习惯。如果我没有这样做的话，神也不喜悦的。有些人就去做很多事情，但神也不喜悦的。我希望我们都是有这个心，说任何的罪我都学习去憎恨。我怎样轻看人，你看一看你有没有轻看你的老公老婆啊？这个是最容易轻看的人。为什么？你每一天与他相处，你看到他的习惯，你说我已经见过他几十年，他总是这样没有改变，里面就有一种轻看。我想问你，耶稣看我们几十年，他看到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问题啊？也看到，但耶稣有没有说这个人我没有兴趣了？他几十年都是一样，没有用的。耶稣是不是这样啊？没有。刚才你们经历生命的感动，尤其是今天早上，为什么今天早上比较强烈？因为有些人的忧伤还没有释放，但早上释放了，所以你们早上有些人就哭了，但上午没有这个情况。为什么？因为上午
你们的忧伤走出来，这个是神医治你。但我们很长的时间都需要软弱，是不是？耶稣有没有说你没有用啊，你常常都是软弱，我见到你就厌烦啊。神是不是这样啊？没有。所以我们就说，神啊，我们不敢看到人就厌烦。我就说，神啊，我如果我看到任何人我心里面有厌烦的话，请你赦免我，因为我厌烦人，神也厌烦我。求神帮助我憎恨罪。我告诉你，我的心里面，我发觉我里面有任何的负面想法。例如，如果我见到一个非常美貌、有细腻、很性感的女性，男性总想看多看一几眼，但我马上说，我这样做神就不喜悦，我就马上告诉自己不要看，不要想，赞美主，求神赦免，放手，就是这样处理。但很多男性是不是这样呢？他们看到女性，看看老婆看不看到，老婆看不到，就看了这个女性了。没有人看到，就以为没有事。但我希望我们知道，神是看到我们每一样事情。不要让孩子玩这个纸啊，这个纸啊，你可以跟他坐在后面哈，但这个纸不要问他玩。好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容许一些罪在我们里面，例如烦恼啊，人生很苦，很烦恼，很麻烦啊，很多工作，很累，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想问你，圣经里面有说的，凡不是出于信心就是罪。当你的心里面说啊，神啊，生活真难啊，耶稣你快回来，让我就不需要做工了。我想问你，这个是不是以神为乐？不是，你是说神快快借我就不需要做工了，没有烦恼了。有些人是这样的，他们希望耶稣回来是不想再做工。有些人想耶稣回来，因为他渴慕耶稣，但有些人说我不想再做了，这些都是罪，烦恼啊，人生很苦，的确是苦的，但我们怎样有力量啊？我们想到耶稣的美好，耶稣现在虽然我的内心觉得苦，神还是看重我，神还是爱我。我里面觉得很累，耶稣说我想将力量给你，我有力量给你，我可以将力量赐给你，你可以平安喜乐。在神里面，他常常都是这样正面，但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很多基督徒是注目在困难，很麻烦，很不开心，所以里面就很多负面的东西。里面是什么呢？都是垃圾。为什么容易发怒呢？为什么、啊、你的孩子做什么事情、啊、哇，要爆发了，呜，这个怒气已经存在心里面很长的时间了。为什么呢？因为不能处理所有的垃圾。我的里面我不要有任何的垃圾，因为任何的负面想法，有些时候我也会有负面想法的啊，这些人不改变我的心里面，或者是没有兴趣学习的，心里面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神提醒我，你做了一个人做的，你轻松做了，这个人改不改变是他的问题，你就放手，你做了你所做的，神就喜悦。这样的话，我侍奉神就可以喜乐，不是有担子。但很多传道也是有重担的，他们说啊，我看到这些人就烦恼了，他们都不听话，
有些传道人有星期天惧怕症，星期天来了，哇，星期天要讲道，就是觉得很辛苦。的确，世界上是有很多辛苦的，我也有辛苦，但我是怎样？我是说，神喜悦我所做的，不要紧，有困难不要紧，神就会改变我，神就会使用我，我就可以平安喜乐，我就可以开心。所以我就选择任何时间，我发觉我里面有任何负面东西我都处理。我告诉你这个开始是怎么样的，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我经历喜乐，有一天我经历喜乐，我经历喜乐那一天我非常的感谢神，里面涌流出来，哈利路亚，感谢神，这些喜乐我就很想保持。我回家的路上，在公车上，我不停地想着要说哈利路亚，让这个喜乐涌流，但不能笑出来，但里面哈利路亚。回到家也是这样，每一天这样保持喜乐，所以我整天在喜乐的状态。有一天我打电话与一个人分享我的经历，分享我怎样经历喜乐，然后这个人不接受圣灵充满，他就发怒，他发怒之后他挂断电话，挂断电话之后我祷告就没有喜乐，当时很重，没有喜乐，然后圣灵提醒我要处理，我就打电话给他，但我不会说我与你分享的是错的，不是错的，我说如果令你不开心请你饶恕我，是令你不开心，但他还是不接受，还是发怒，还是挂断电话。然后我就圣灵就说你已经处理了，你就可以放手了，不要紧。我就再祷告再有喜乐，圣灵就提醒我以后有什么人影响你，你就马上处理。这个就是从当时开始，任何时间有任何负面的经历，任何不好的经历，例如这几天其实我上个星期都有感冒，现在还是没有完全好转的，还是不是很好。我的里面也会有负面，但我怎样做呢？我就是说神啊，你有你的方法，你有你的时间，我就去做集中爱慕神，听敬拜的音乐，在心里面感谢神，在神的同在之中，虽然有疾病，但我选择不要被这个疾病影响。这个就是我对付罪 的情况。有罪的意念怎么办呢？有些人说怎么办呢？我告诉你，神给我这个得胜五部曲，这个材料里面有的，现在你不需要看，但你放在记忆里，第一，留意，请你跟我说一句，留意。第二，破坏性。第三，圣经说什么？第四，祷告。祷告求神赦免，求神给我力量。第四，选择顺服。例如，当我里面有，我曾经被人攻击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些经历，我也曾经有人特意的来到我们的群体，然后他想说一些话，想令我信任他，让他带领一些聚会，然后他背后攻击我，告诉这些人我有问题，然后叫他们离开我的群体去他的聚会。当我听到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我不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当然是有不舒服，但我尽快处理。神，你是掌管一切的，没有人能够破坏我们的生命，没有人能够破坏我们的计划。我就跟我们的同工商量怎样处理，但这个人封了我的 WhatsApp， 我不能找到他，封了我的电话，不能找到他。但后来有一天，某一个原因，他需要解除这个封闭，然后我找到他，
但神给我这个平稳安静的心，我就是很平稳安静的提醒他，你说话攻击人的时候，这个是你要在神面前要面对的。我就去告诉他，尤其是对于牧师，这些攻击是非常严重的，但我没有向他发怒，我就处理，这是我的里面，我选择里面，我里面是有什么惧怕、感觉的。我告诉你，如果你在这个情况有什么感觉，通常人会有什么感觉，会有发怒，这边怎么会这样啊？第二，有惧怕，到底他的破坏有多大了？有烦恼，怎么处理了？是不是容易有这些负面的想法，有惧怕，这些怒气啊，很想骂他啊？但我说这个没有用，我就求神给我这个平安，神必定能够 保守，神也保守，神也祝福，然后我就平安的处理这个事情。我就是说，我留意到我里面有任何的负面的想法，被人影响，或者是有些时候有失望的感觉，有些时候也有失望的感觉，因为有些人不改变。我们帮助有些人，你们看到这两个姐妹来到中间，她们很大的改变，她们很有信，为人祷告，她们祷告经历神的工作，见到耶稣啊，很大的工作，她们很大的改变。但我们有些人帮来帮去都是这样，总是软弱，永远软弱。但我就是心里面说，这是他的问题，我不要放在心上，我就处理，我在里面就选择倚靠神，神必定给我力量。有些时候面对这些很难有喜乐的，是不是啊？很难有喜乐，但我就说我的喜乐不在乎人的表现。其实有一次我去传福音，在外面传福音，我见到、向人传福音，有些人不信，我的心里就不觉得不舒服，神就给我一个意念。有一天当审判的时候，例如这个是这个人不信的人，我向他传福音，当审判的时候，神会这样说了，神对他说，我的儿女已经向你传福音了，但你没有听。然后他会对我说，你已经做了好的见证，虽然他没有信，我还是喜悦你所做的。所以我当时就说，我选择感谢神，我传了福音，荣耀神，他没有信不要紧，我自己去放下重担，然后轻松。这个就是我神给我这个教导，不被人影响，虽然人不接受，但我还是平安喜乐。我不是在所有事情顺利的时候喜乐，而是在任何情况我都选择喜乐，神喜悦我所做的，所以我可以喜乐。哈利路亚，我赞美主，神就喜悦。哈利路亚，我就可以喜乐，这个是我的选择，我不要让任何罪影响。但我告诉你，我见过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也见过不少的传道人牧师犯罪，然后他们好像不觉得有严重的后果，就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我见过 有牧师因为奸淫的缘故、不能再侍奉神。我见过很严重的情况，有几个我见到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惜，我就说，神啊，不要让我进入任何的罪。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留意圣灵的感动。我想问你，圣灵有没有感动你？你犯罪的时候有没有感动你啊？但很多人会这样说的，会怎样说了？不要紧了，犯罪一次，先犯罪了，先骂他，骂完他 才算了。或者是他太多问题了，所以我 骂他是应该的。我们会不会有这些情况啊？所以我们都需要说，神啊，你想圣灵充满，你想神常常喜悦你，真的说，这是我所爱的，这是我所爱的，我喜悦他，我欣赏他，我信任他，
神信任你，就将重要的责任交给你。我感谢神啊，神将这些教导赐给我，我感谢神，庆颂得胜，喜乐平安，谢奉神，很喜乐。我就很想活到100岁，能够有能力侍奉到100岁，能够有力量做神要我做的。就是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神啊，你给我这些好的教导，我不要很快就离开世界了，我不要这么快就离开世界了，我要有更长的时间服侍你，被神使用。那我问你，你觉得你自己重要吗？宝贵吗？那你上一次你犯罪的时候，你是怎样对自己说话？你是不是说不要紧呢？我常常都犯罪了，我骂人都，他骂我，我也骂他，什么问题呢？我希望我们都说，每一次他虽然骂你，是他的问题，他有问题，是不是要将这个问题放在我身上啊？不要，他的垃圾是他的，不需要放在我的身上。摩西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神叫他吩咐磐石出水，然后他发怒，他就打这个石头，他说神是不是要给你水，然后神真的将水放出来，但神说你在我以色列人面前没有尊我为圣，你不能进迦南地。你听一听当时摩西听到他有什么感觉了？好惨啊！一生人他怎样忠心服侍神，最后不能去迦南地，是他所希望的。这个啊，摩西还是神很喜悦的仆人，他犯这一次罪都带来这么大的后果。但很多基督徒是习惯性的犯罪，是不是？我希望我们在神面前说，神啊，求你怜悯我。现在请你们闭上眼睛向神祷告，神啊，我怎样厌烦某些人，厌烦老公老婆教友，怎样在里面允许一些负面的想法，对人发怒，轻看人，里面有误会的意念，有淫念，有误会的意念，求神赦免我，求神帮助我憎恨罪，憎恨罪，罪是很严重的，神啊，我不配，我不配，如果你追讨我的罪，我不能站立得稳。神啊，求你赐给我这个悔改的心。神啊，我不要得罪你啊，因为你看到我们的心肠肺腑，你看到我的里面，我们的里面是怎么样的。求神赦免，帮助我们憎恨罪，离开罪。哈利路亚。神啊，我要离开罪，靠神得胜有余。见到令我们厌烦的人，我们也是说他有问题，但我选择祝福他。我看到美貌的人，我选择不去有淫念。我里面常常想着结婚啊，有些人常常想着啊，我要结婚啊，我要找男朋友啊，女朋友啊，啊，常常都去想这些东西。求神帮助我们悔改，不要将男女的关系放为人生的目的。求神赦免，求神帮助我们离开罪，憎恨罪，才能够蒙神的喜悦。感谢天父，赞美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希望你们真的憎恨罪，我的心里面真的，我留意到任何的罪，我留意很多次，有些时候我跟一些人相处，我发觉我里面有厌烦，我就马上留意到，我就处理。我希望你们都处理啊。好的，第二，怎样有圣灵充满呢？很重要是有圣经，喜爱圣经，圣经的话语，圣经应许这么多，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叫耶路撒冷知道地极做我的见证，就有这个极大的能力，神应许的。今天你见到神的能力，你会不会渴慕啊？神应许这个能力赐给我们，我心里很渴慕。当这个布道家叫安可罗，当他安守在我身上，这个电流这个爱很强烈的进我的里面，我就说这么非常非常美好。这个人有这么强烈的恩膏，我很想好像他这样，我很想被神使用，我很想去祝福人，我很想保持与神的关系。我就看到圣经的应许，我就很喜悦，我抓住神的应许。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的，看到神的应许，神应许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非常的宝贵。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但很多人是做比这更小的事，很多人的生命是，你看看你一生有什么呢？有什么果子了？有些人一生是什么样呢？烦恼了，被人影响了，不开心了，你的里面是什么样呢？希望我们都是说，神啊，求你怜悯我们，看重圣经的应许，抓住圣经的应许。圣经说爱神，神就为你预备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神就为你预备这些。所以我全心爱神，我的心里面极度的喜悦神。我告诉你，我想到神就说，神啊，我真喜悦你，神啊，你真好，神啊，我很想见到你啊。我告诉你，我很多次我对神说，神，我很想去天堂，然后我告诉人天堂怎样美好，去地狱也好，让人看到地狱的痛苦。有些基督徒他们也被带去地狱，我很想，但神没有让我去，没有让我去，但神让我经历神的同在，也给我很多很好的教导。我就说，神啊，我感谢你，你给我这些教导，我要传开。你们要不要传开啊？要。你们的老师说，我是你最好的老的学生，我必定会将你的教导传开。我是你的学生。我告诉你，我希望找到人真的明白，能够说出我所教导的。我今天所教导能够说出来吗？我清清神神就因我欢欣喜乐了，他就看着我就笑了啊！我每一次赞美主他就笑了，我全心爱神神就笑了，所以我也笑，哈哈哈哈。能不能够这样平安喜乐？我为神做什么小事，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姐也不能不得赏赐，所以我鼓励人，我不能不得赏赐。你可不可以将这个教导传给人呢？其实 我告诉你，我听到很多年我都没有听过人说啊，你将一杯凉水给人你就可以很开心了，因为神很开心了，你这样你爱神，神就因你喜乐而欢呼啊，所以你可以很开心。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这样说。我感谢神这样的教导。其实我形容这个教导是好像什么呢？这个教导就好像看见你不要看他，就好像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呢？你将一杯凉水给人，神就喜悦，所以你就可以开心。很多人会说一杯凉水不能不得赏赐，但他们不会说下一句，你不能不得赏赐，你就可以开心，是不是？你为神做什么小事，神喜悦，你就可以开心。但没有人说这下面这一句，你亲近神，你爱神，神就为你预备眼睛未曾看见，所以神喜悦，你也可以喜悦。你可不可以将这个教导传开啊？是不是很简单啊？哈利路亚。而且这个教导，任何罪的意念，
神看来就好像进入最肮脏的深层的厕所，哇，这么肮脏的地啊，你进去这些厕所是不是很小心呢？哇，很难呼吸 啊你要马上出来。神看到我们的罪也是这样，很不喜悦。神看到他说，为什么这些人总是喜欢吵架的？为什么这些人总是喜欢犯奸淫的？明明有太太，为什么不爱太太去爱其他人呢？为什么总是犯奸淫呢？神会说，你看不到，看不看到这个破坏性呢？很多人没有看到。吵架，为什么吵架？为什么轻看人呢？是不是应该告诉人呢？任何罪都有极大的破坏性，你不能逃脱，因为你不能逃脱神的眼目。所以你想圣灵充满对付罪、憎恨罪。有些人这样去悔改，他们会悔改，神啊，求你赦免赦免，求你赦免赦免赦免，然后哭完了又再犯罪了。因为他们没有讲下一句，他们当时悔改，悔改之后有没有憎恨罪、离开罪，这个很重要。憎恨罪就是看罪是你最大的敌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然后喜欢圣经，圣经的话语真好。然后信心，相信什么呢？很相信神很想充满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老人要见异象，少人见异象，老人做异梦。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牧师们，是不是凡有血气的所有人？所以神想不想充满你啊？很多人祷告是这样的，神啊，充满我啦，哎呀，充满我啦，哎呀，充满了，充满了，还不充满了，充满了，快快充满了，是没有信心，好像神不愿意。但我告诉你，神很愿意，你祷告，神很愿意充满我。啊，耶稣很喜欢我祷告亲近神，我渴慕神，他就很喜欢，他就笑了。你想象一下，耶稣看着你，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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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喜乐而欢呼。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说，神啊，我知道你很想充满我，哈哈哈哈哈哈。现在可比站起来，相信神啊，你很想充满我啊，你试试看看，是不是马上就经历圣灵？神啊，你很想充满我啊，你很想充满我啊，你很想进入我的里面。哦，耶稣，哦，你很想充满我。你有没有感受圣灵的力量？你看一看我，你看一看我，耶稣，这个力量就来了。你投入，耶稣，你会发觉这个力量来的，投入，耶稣，开放你的心灵，耶稣很喜欢充满我们啊，耶稣很喜欢充满我们。圣灵充满的秘诀就是信心。信心是什么呢？神应许，我放心，我放心。请你们醒过来，神很想充满我啊！哦，我感谢神，哈利路亚！你能不能够投入，马上就感受圣灵的临在？哦，好了，你出来，他比较敏感圣灵的，好的，你看看他，放松。哦，你投入，更投入，你会发觉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更强烈。哦。
放送。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放松，让神的能力在你身上。哈利路亚，你会发觉这个力量加强在你身上。相信神很想充满你，神很想充满你，很想充满你，很想充满你。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你们就习惯这样，哈利路亚。你有没有投入？有没有感受一些能力啊？那你更放松，呼叫耶稣，耶稣，呼叫。耶稣，大声一点，哈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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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让神的能力在你身上。你看看，现在更强烈了，再大声，耶稣，耶稣，耶稣，让这个喜乐涌流出来，耶稣，哈利路亚，让你的手放在肚子上，让你的手放在，再叫。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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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希望我们都有这个信心，谢谢你啊。好了，请坐。有些人以为信心是什么呢？看一看我啊。有些人以为信心是这样，神啊，我要信，我信，我很信啊。我相信，我相信，他们以为信就是我很坚定的信，其实不是这样。神已经说他会做了，我就说神你说了，你就会做了。神应许我放心，神做事我放心。信心是什么呢？是，我用一个例子啊。如果这个是你的爸爸，你非常信任他的，你不需要说啊，你是小孩子啊，你跑，你跳进他的怀中，你会啊，你不要说，我要信我的爸爸会抱着我，我要相信，我真的相信，你不需要这样，是不是？你就说，我知道我的爸爸必定抱住我啊，是不是？我们对神也是这样。信心是什么呢？他应许我就放心，他应许我就放心。他说我爱他，他就为我预备眼睛未曾看见的恩典，我就放心，他必定祝福我。感谢神，我们的很小的宣教机构能够祝福我去15个国家，不停地支持很多的宣教的工作，侍奉神的工作，很小的机构，但神允许我们有这个，是神的供应，神应许我放心。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神做事我放心。所以你祷告说、啊、我知道耶稣你对我笑，你很开心、啊、哈哈哈哈，你就会感受这个力量越来越大。我希望你们学习，因为我做惯了，我的心开放，马上喜乐就涌流。其实我帮助很多人，他们不能停止笑，我也随时可以，但我可以停止，但如果我允许，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这个就不停止的信心。好的，祷告，用长的时间爱慕神，相信神很喜悦。我曾经帮助一些人经历喜乐，今天有多少人经历喜乐？请你举手。有多少人经历喜乐？感谢神，我鼓励你们保持。我告诉你，我曾经为一些人祷告，他们的喜乐涌流到一个程度，他们不停地笑，笑了几十分钟，笑到肚子都痛了，都不能停止。我曾经经历过这些，然后我就告诉他，你必定要多祷告，
每天用长的时间祷告，起码半个小时。然后过了两个星期，我就再见到他。我说你现在有没有喜乐？他说没有了。我说你每天祷告多长啊？几分钟啊？我说半个小时啊，集中的祷告。但他们就是没有这个珍惜的心。当我经历的时候，我非常的珍惜，我非常的感谢神。我就习惯，我从早上到晚上其实尽量都爱慕神，任何时间。我现在也爱慕神，我现在一边讲道一边与神连接。我已经学到怎样呢，我的心喜欢神。我一边讲道，你看我一边讲道，我一边会感受圣灵的能力，我一边说话一边感受圣灵的能力，一边可以有喜乐，就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的心常常与神相连，常常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心灵包括什么呢？包括灵与魂，魂包括思想、意志、感情。思想、意志、感情，整个思想认同神是最美好的。意志，我决定全心的跟从神。感情，与神有深的感情，我与神有很深的感情，我与我的太太有很深的感情，我一天多次找她的，我在这里一天多次找她。但我告诉你，我与神的感情比我与太太的感情强很多倍，因为我知道神才是我最重要的，是神将我的太太给我，是非常美好的太太。但我最重要最重要是神，所以我的心里面是整个心灵喜悦神。我想到神，大卫有一句话，人对我说我要去耶和华殿，我就欢喜。有没有留意这句话？就好像大卫好像小孩子啊，我们去圣殿了啊，去圣殿了，很好啊，我去了我去了，就好像小孩子这样兴奋。你们会不会这样啊？我想到神我就兴奋啊，神真美好，神真美好，神真美好，你对我真好。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常常都说整个心灵诚实，思想、意志、感情、喜悦神，然后整个灵从灵里面发出，就好像，所以我叫你们去呼叫神啊，就好像整个灵飞到神那里。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好像你的灵魂好像会飞，好像你这是我的身体，然后我的灵在里面飞到神那里。哦，阿肋路亚，赞美耶稣，阿肋路亚，阿肋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Alleluia。 我帮助这个姐妹，我说你飞到神那里，她就开始见到耶稣了。这个美乐，这个就是啊，神真美好。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整个灵飞到神那里。我告诉你，有些人去过天堂，他们说去到天堂的时候，他们与神的沟通，神与他们的沟通是没有言语的，是从心灵发出来的，就好像心灵发出来就飞到神那里，然后神没有开口，然后他的意念就来到。我自己去发觉就是这个秘诀。我这样的，我想的耶稣，我的灵不用言语，所以我自己祷告的时候不一定用言语的，我是我的心灵啊，
我现在释放给你，所以会说话。但我自己祷告是这样的。我的灵就是飞到神那里。我希望你们都能够这样做。这样的话，你每一天用长的时间祷告，你就发觉很大的分别。那刚才这个姐妹，她呼叫，马上就有喜乐。你起初需要呼叫，我以前也需要呼叫。我第一期的时候，我起初经历圣灵的时候，我回家，我说耶稣，哇，马上能力流过，我说真好啊。但后来我现在不需要呼叫，我想到耶稣，喜乐就涌出来了。好了，然后第五，渴慕被圣灵充满和为神献上生命，就说神啊，我很渴慕你，我告诉你，我很渴慕神。有一天我去到天堂见到神，我会这样说，神啊，我等你已经等了很久了，我终于见到你了，我终于见到你，可不可以让我回去告诉人你怎么美好。我去到天堂，我会求耶稣，求你让我回去好不好，我要告诉他们我见到耶稣，耶稣怎么美好，见到天堂怎么美好，我要告诉他们、啊、我是这样渴慕的。我希望你们都是渴慕，你渴慕神，神就满足你的心灵。哈利路亚。现在我想问你，脚踏你上说脚祷告时好像与神很难连接，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喜乐是不是？会不会觉得很难呢、啊？不难呢、啊，是不是？跟早上是不是完全的不同了？因为早上他问这个问题，好像与神连接很难，是不是？我就说不难的，不难。哈利路亚！为什么不难？我用一句话，圣经说什么呢？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爱基督，耶稣。基督已经爱我们了，这个就是锻炼，是不是、啊、你的普通话还没叫锻炼了、啊、锻炼，你们有没有这个名词？锻炼，单相思是不是？单相思，好了，单相思，好了，我问你，如果你知道某一个人单相思你，每一天见到你，秘密的看着你，秘密的笑你，但同时你也喜欢这个人，你觉得你跟他沟通难不难啊？他每一天见到你都秘密的笑，你会不会很开心啊？我告诉你，神已经秘密的单相思你，因为当时我们懂得去爱神吗？没有啊，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已经单相思我们，就是已经在爱我们，所以我们爱神是不难的，我们渴慕神是不难的，被圣灵充满是不难的，因为他已经爱我们这么长的时间，所以爱神，神必定回应，神不一定很兴奋，哇，今天他爱我了，我很兴奋，因为很多人没有反应，很多人对神没有反应，当你开始对神有反应，他就很兴奋。我告诉你，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见到他的天使的，他告诉我他见到四个天使，他有四个天使，这四个天使转过来看他，他很惊讶，为什么呢？这四个天使身材很高，成年人很强壮，但面貌好像小孩子。你想象一下啊，一个小孩子很简单的样貌，这是天使，他们虽然外面很强壮，但他们好像小孩子一样。神也是这样，神也是很简单的，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他们以为神
是很严肃的，神有严肃的一面，在审判的时候他是很严肃，但神有好像小孩子一样，因为他说他因我们喜乐而欢呼。你的爸妈有没有见到你欢呼啊？哇，成年人很难欢呼是不是？但我们的神好像小孩子一样，你爱他他就欢呼了。所以我希望你们对神的观念完全的改变。我想问你，这些是不是圣经有的？圣经有没有说啊？他因我们喜乐欢呼，圣经有没有说啊？但这个好像是保持了最好的秘密，圣经说的，但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这个秘密。神这么充满爱，这么有强烈的反应，神也希望我们有强烈的反应，是不是？你能不能够好像大卫这样啊？人对我说我们要去耶和华的殿，我就欢喜了，哈哈哈哈，我就欢喜了，能不能够这样啊？哈利路亚。你现在有没有这种兴奋呢？还是耶牧师你就是好像啊，你好像 在演戏一样？不是啊，耶牧师你啊，太不像一个牧师了，你好像不是牧师的样子了。你的 想法是不是这样呢？我希望你会说，神就是想我们每一个都好像大卫一样，在这个大卫的这个约柜面前他就跳舞。哇，这个大卫王在跳舞，你可以想象。所以我这首歌神给我的，跳呀跳，跳呀跳，跳了耶稣，我害怕你。这神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可以兴奋的来到神面前，哈利路亚。好了，然后处理生命，处理任何最负面想法、负面情绪。我想问你，你们里面有没有烦恼啊？你一天多不多时间烦恼啊？啊，人真麻烦啊，老公老婆很麻烦啊，孩子很麻烦啊，赚钱很麻烦啊。我告诉你，我想到这些我就马上说，这是神的工作，我只是依靠神。例如我去做这些宣教的工作，我们支持不同的侍奉，我们用很多钱，我就是信靠神，这个数目很大，是神供应我们需要，我就去放心。我处理生命里面没有 一些少的担心，里面不要有些少的担心，完全的轻松，哈哈哈哈。处理生命，你里面有没有什么负面想法，或者是自卑，有没有觉得自己没有用啊？我问你，你们有没有用啊？有用，所以不要浪费，是不是？我希望 我现在给你的教导是不是很重要啊？很宝贵，宝贵，宝贵，是不是免费送给你们的？你们可以传开吗？可以。可不可以回去就说我们可以很喜乐的，因为神很喜乐，神见到我们这样尊重神就很喜乐的，哈利路亚。所以我希望你们都发挥生命，不要说我没有用，然后按手祷告和圣灵充满了聚会祷告会有帮助，但必定要每一天保持，必定要保持。现在我告诉你，你今天有圣灵的恩膏在你身上，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当你站立祷告，你马上经历圣灵，当你回家的时候不会这么快，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神的强烈同在，就强烈。你保持的话，你保持的话，你就会保持这个恩膏。但你没有保持的话，这个恩膏就越来越弱。聚会完了就越来越弱，你回家了越来越弱，就失去了。但如果你保持这个喜乐，你每一天就有这个喜乐，每一天都有。
是不是现在他改变了？哈利路亚，改变了。以前是不是这样的？以前不会说，完全不说话。今天就唱歌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改变了，就改变了，是不是神迹？因为今天早上他还在哭，也不能说话，现在就开声了。哇，哈利路亚！你们能不能够喜笑啊？你看到他改变，是不是很好啊？你们见到早上的时候，他们说他没有出生的，是不是？没有出生。啊，感谢耶稣！圣灵充满是不是礼物啊？你要不要啊？好了，我们一起祷告啊，站起来祷告，到前面来祷告，到前面来祷告。你说哈利路亚，说哈利路亚，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摄录下佢一阵，佢。是你的帽子吧？系，你放下来，放下来。非常好，耶稣改变你。好了，我们留意圣灵的恩膏在你身上。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到永远。耶稣爱我，耶稣不爱我，耶稣爱我到永远。我爱耶稣，我爱耶稣，我爱耶稣到永远。我爱耶稣，我爱耶稣，我爱耶稣到永远。应该啲人经历先再拍嗰一停一停先停。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到永远。耶稣爱我，想着耶稣，耶稣我爱我，耶稣爱我到永远。哈利路亚，我爱耶稣，我爱耶稣，我爱耶稣到永远。我爱耶稣，我爱耶稣，我爱耶稣到永远。你对耶稣说，耶稣，我知道你现在看着我就笑了，你看着我就笑了，你看着我就笑了，你看着我就很喜欢了，你看着我亲近你，你就很喜欢了，你就很兴奋了，你看着我你就开心了。耶稣，耶稣，耶稣，耶稣啊，
耶稣啊，有你真好，耶稣你有你真好，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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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到永远，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到永远。主耶稣，你对神说，耶稣，我需要你啊，我需要你啊，你见到我就很喜欢啊，你见到我就祝福我了，你见到我就兴奋啊，你因我欢欣喜乐，默然爱我，且因我喜乐而欢呼，感谢天父，赞美天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你见到我就充满喜乐了，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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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耶稣，你看到我就喜乐了，你看到我就喜欢我了，你爱我，你永远爱我，我全心的依靠你，我全心的依靠你，感谢天父，求神的灵充满我。哦，哈哈哈哈，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利路亚，释放我的灵啊，释放我的灵啊，释放我的灵，叫我轻松平安喜乐，叫我平安轻松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耶稣，哈哈哈哈哈。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感谢天父，求神的灵充满我们，求神的灵更新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每一个，更新我们，使用我们，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陪伴我们，耶稣陪伴我们，与我们同在，耶稣我们需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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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感谢赞美你，有神真好啊，有神真好，我就轻松就喜乐，就有意志，就有意志，就有满足，就有满足，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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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呼叫耶稣，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闭上眼睛，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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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mine，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耶稣的爱与我们同在，耶稣的爱与我们同在，耶稣医治我们，使用我们，提升我们，充满我们。与我们同在，耶稣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充满我们的心灵，充满我们的心灵，充满我们的心灵，更新我们，充满我们的心灵。哦，耶稣，耶稣爱。我到永远，耶稣，耶稣，爱我到永远，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感谢天父，哈哈哈，赞美天父，哈哈哈，赞美天父，哈哈哈，呼叫出来，哈哈哈，感谢天父，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利路亚，哈哈哈，感谢天父，赞美天父，哈利路亚，赞美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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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能不能够说哈利路亚？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王，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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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看见牧师，牧师这里说，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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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你说赞美主，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再说，赞美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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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你说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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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晚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说了今晚，今晚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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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每天都叫他叫说耶稣救我。啊哈！每天都他平时能够这样说话吗？可以，你我说他就跟着说，他自己不会说。但刚才他自己说。对，刚才他自己说。自己说自己唱，好像在唱歌。哈利路亚，赞美主。你试试。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赞美主。说啊，唱，今晚。像睡觉一样，今晚，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今晚看这里，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说哈利路亚！今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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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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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他每天都说赞美主，我就叫我说一句，他说一句。嗯哼。赞美。但他没有自己说。但他没有自己说哈，刚才他就座位中就自己在说。阿门。嗯。然后三个哈利路亚唱。赞美主，感谢天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天父，耶稣爱你。耶稣爱你，阿门，阿门，耶稣爱你，阿门，他说阿门。生命，我要来赞美。
稣，耶稣稣耶稣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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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拉地拉地拉地。我要来赞美我主，主写C，但是太高了，因为你看到这里去到这个E很高了，但你就将它变为A。 A 是这样的 A， 然后第四 Do Re Mi Fa， 这个是 D， 然后第五 E。这三个和弦已经可以了，但也可以有这个是，我示范给你看。我一祷告来到，这 F 就变为 D，G 就变为 E。我一祷告，但你可以弹这个 C， 唱不到。你可以弹 C， 留意一下。这个第一小调 G， F 是什么？啊 ？F，
F 这个 F。第四个是。好好，你试试，坐在这里。你试试看。我想就当在我的嗓子有时就是说唱诗唱不出来，你说的就是我也是给教会带诗歌的。你是平时都唱不出来还是什么？不是，就是有时候好像就是脚扰似的，到处去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唱不出来。啊哈。这个是需要保持你的声音，也可以为你祷告啊。你现在坐下来拿一个椅子啊。啊，不要拿啊，坐近一点，我放手在你的脖子上啊，坐近一点，你继续唱，轻轻唱，然后弹，耶稣医治他。你哋以為祈禱啊？佢話佢嘅聲音唔好啊，個聲音嗓子不好，聲音不好。耶穌，求你醫治，求你醫治。你是连音更多，而且不是一下子的，分开弹。分开弹，你按在个颈嗰度啊，按在个颈嗰度啊。减少这个一下一下子的，这样。总有一些手指在琴上。用这个哈，你练习这个一起哈 ，one two and three，one two and three，four and one two and three， 总是用 C，one two and three，four and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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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and three。Four and a one, two and a three, four and a one, two and a three, four and a one. 好的，那去掉这个。我再讲啦，有轮的，积咗啲嘢。不有。垃圾在。哈利路亚哈，就是用这个方法。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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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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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替，两只手交替。左手右手一起 ，two one two one two and three two and three 噔哒哒哒噔哒哒哒噔，不但是用右手，但是用右手就不好听了，啊，你抓好一点啊。这里有水，帮我拿些药。好，我先过去。好，准备了，准备。好的，好的，我们开始了哈。因为这个好听很多，这个咚哒哒哒，再试试哈。两只手一起，两只手一起。哈利路亚，哒哒哒，你要数 ，one, two and three。不但是右手，左手右手一起。哈利路。左手右手一起，这个不是但是不但是右手，是左手右手一起的。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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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开始，我们再唱歌吧。好的，唱一首歌吧，唱什么歌？这里神的同在哈 ，OK， 好的。喂，好，再来，好。亲爱的弟兄姊妹，都过来啊！白骨头。我们站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好。这里有神的同在啊。好。好的。好，开始。是不是？这里有神的同在，我这里有神的怜悯，这里神的恩膏，这里是你的灵命，阿拉的兄弟同居。
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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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